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，哦，我想急着赶往一线，但是我确实是没有办法。拦了很多车，确实没有往武汉方向，就是听到武汉都摆手，或者直接就开车直接刷过去。大学中南医院的护士，哦，我想急着赶往一线，但是我确实是没有办法。哦，就是，哎呀，这是个特殊情况，特殊情况。哎，那是我们十万级的马上开车送过去。谢谢，送过你，也感谢你，休息一下，你在休息，啊，谢谢，感谢你这种奉献精神。谢谢。我已经把朱雨山护士安全送达武汉西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加油加油。这就是我的天职啊，而且我在家真的待了一点都不踏实，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，吃不好睡不好。而且我们的就是我们科室的同事们都已经该派往前线，派往前线。我看了一下，我们中南医院也不止我一个人，这样都在往回赶，这样才能顺顺顺顺，才能把这个灾难快点送过去。